那我的世界中能够拥有鹰的事业会是什么样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小汪，我来讲解一下这个 Alex 模组的新生物白头海雕。生活在山地生物群系当中，快速地捕食着河流中的鲑鱼，还有草丛中的兔子。直到智慧的人类们发现了驯服这种大型猛禽的方法，先去地下河流捉几只水滴鱼，用来炼制鱼油，再用鱼油喂给它。驯服成功后，就可以帮助主人进行战斗了。为了更完美地驾驭这种生物，人们还发明了猎鹰手套和猎鹰兜帽，都可以用皮革合成。用猎鹰手套可以让白头海雕停在手上，对准想要攻击的生物左键，派出海雕发出攻击，直到目标生物死亡才会返回玩家手里。猎鹰兜帽更是可以让玩家以第三人称视角操纵海雕发起攻击，更能成为你探路的一双鹰眼，周围的地形能够一览无遗，在视野不开阔的森林中快速地找到目的地，用剪刀剪下兜帽，设置为徘徊模式，在周围守卫自己的家园也是十分不错的选择。这次介绍的白头海雕原型则是美洲雕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鹰酱，大家有谁十分了解呢？